哎呀，如果你嚟到北京咧，我就介紹下你。嗱，我哋中國嘅首都北京咧，就真係好大嘅，分咗好多個區，是但一個區咧都大過香港嘅。咁所以就唔好亂咁鍾、亂咁坐、亂咁摸，一定要清晰佢邊度係最好，唔係嘥時間。啱嘅。嗱，北京咧，我介紹你邊度咧，有一個好潮嘅地方。喂，潮爺啱曬我啦。潮陽區，咁呢度咧就係啱，即係夜晚。最潮的人，你呢度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夜生活俾我哋享受嘅。嗱，而家最新咧，最潮咧就係呢、這個，大家望下樓上，足足兩個足球場咁大嘅 LCD 天幕，犀唔犀利啊？犀利啊！如果你屋企有個咁大嘅 LCD 電視，俾我哋睇啲乜嘢啊？哦，梗係睇我哋你北京拍呢個旅遊特輯啦！啊，醒目啊！嗱，喺呢個世貿天街裏面咧，呢個天幕咧足足咧係有30米闊，250米長。哇！咁啊，係亞洲咧最大嘅一個 LCD 天幕。嗯、你估值幾多錢啊？嗱，幾億啊？係咪啊？你屋企買部46寸電視幾多錢啊？5萬到咯。呢部係值。2億5千萬，哇！如果 OK 高保50,000，就等於同呢個就5000部。係啊，5000部嘅價值嚟噶。每一年睇一部都要睇5000年啊！啊，你長命5000年啦！我都想。我哋睇到咧，呢個設計師就好聰明嘅，將佢擺喺呢個世貿中心嘅中間裏邊。你睇呢度咧，人流又多，餐廳食肆。咁樣咧，舊年咧，阿黃曉明咧。喺個天幕咧，就佢媽咪咧就慶祝生日。哇，好有信喎！因為仲有名歌星蔡依林嘅新 MV 咧，就喺度做首播。原來呢度咧，一般10分鐘咧嘅宣傳廣告咧係需要10萬蚊咁多嘅。而家咧由傍晚開始咧，每隔半個小時咧就播放一段片嘅。有時候會係海底世界啦，有時候就太空隕石嘅。啊，等我睇下佢哋有冇興趣播我哋嗰套《營環東西遊》都好喎。都好。如果我哋要旅遊咧，睇到呢度咁靚嘅天幕、咁嘅環境咧，咁你俾旅遊去評分，你會俾幾多分佢？呢度已經好高分噶啦，但係就咁睇上邊咯，就已經3-4分噶啦。係，咁啊周圍食嘢咯，咁都好嘢食咯，又搞到2分啦。係，咁啊6-7分。咁啊，跟住咧就可以 shopping。有。咁啊，好多香港旅遊。中意去 shopping 啦，買啲香港買唔到嘢啦，咁啊已經當係去到8分啦。8分。咁啊，另外啦，就好多靚人啊，靚男靚女，男又有，女又有，啱曬，邊個都可以嚟睇下。即係滿分。滿分啊！10分。10分。哇！無論個天幕有幾大咧，都係平面嚟嘅，但係最重要咧。周邊配套咗有好靚嘅餐廳、好味嘅咖啡、買個靚手袋、買件靚衫，咁你自己親身嚟旅遊，先至感受到立體嘅旅遊樂趣㗎。Cheers！